大家好，我们这关是支援前线，全力支援。我是关主周瑜，我是关主孟获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这关的游戏规则啦。没有人拍。你们两组就要派出小队长出来猜拳。小队长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赢的人呢，就会出来抽一支签。然后我们关主就会摊开签的内容，比如说皮带五条，皮带两条。然后我们就会给你五秒钟的缓冲时间。但是这个五秒钟呢，你们还不能交给小队长过来给我们，因为就只有小队长可以过来给我们，我们会有划线。来，往后推几步。这是你们的线，只有小队长可以就是超过这条线，然后小队服跟小队员都要在线之后，只要超过的话会扣分哦。然后就是你们东西看到指定的内容，东西要交给小队长，然后再由小队长交过来给我们。先达成目标的人呢，就可以获得一分。我们这关采积分制，然后三分的人就算获胜啊。对。好啊，现在我们就游戏的开始啊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小队长。